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今天的新闻充满了戏剧性和挑战，我们将深入探讨三个引人注目的事件。首先，一名勇敢的消防员康佩托雷在特朗普的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上为保护家人而中弹身亡。他的英勇行为感动了无数人，被誉为现实生活中的超级英雄。然而，这个悲剧也让我们反思。 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让一个普通市民不得不挺身而出？接下来，我们将探讨 AI 在写作领域的应用。虽然人工智能为创意工作者提供了便利，但它是否会导致未来的文章千篇一律，缺乏个性和创意？你是否认为科技的进步已经到了让人类创意黯然失色的地步？最后，我们来关注特朗普遭枪击事件。尽管枪击后他迅速站起来，振臂高呼 fight。 这一瞬间成为了媒体热议的焦点，甚至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但这是否只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公关活动，试图通过制造轰动效应来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拜登呼吁政治降温，然而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有多少人会真正听取他的建议呢？这些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和弱点，也引发了对未来的深刻思考。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让我们一起探讨这些引人深思的话题。 勇者之心，康佩托雷的无私奉献。在一个普通的周末，宾夕法尼亚州的空气中弥漫着竞选集会的热情。正是在这如常的氛围中，一名叫做康佩托雷的消防员展现了令人肃然起敬的英勇行为。康佩托雷是一位无私的英雄，他在特朗普的竞选集会上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飞来的子弹，保护了他的家人。康佩托雷的英勇行为迅速传遍全美。 宾州州长降半旗以示哀悼，媒体纷纷报道他的壮举，他的名字成为了勇气和无私的代名词。康佩托雷的家人回忆起那天的细节时，依然无法平息内心的震撼。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康佩托雷带着家人前往集会，他们期待着一个平和的下午。然而，随着一声枪响，这一切都被打破了。康佩托雷毫不犹豫地扑向他的家人，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致命的子弹。 这个瞬间仿佛时间都停止了，他的妻子眼中流露出难以置信的恐惧和悲痛，而周围的群众则被这一无私的行为深深打动。宾州州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康佩托雷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他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家人。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勇敢的消防员感到悲痛，他的牺牲不会被遗忘。”康佩托雷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段悲剧，更是关于勇气和无私奉献的动人传递。 他的英勇举动让无数人重新认识到，真正的英雄并不需要披风，他们就在我们身边，用行动诠释了勇气和爱的真正含义。AI 写作的光明与阴影，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人工智能 AI 正逐步渗透到各个领域，写作也不例外。越来越多的作家和创意工作者开始借助 AI 工具来辅助他们的创作。AI 不仅能够生成文章的初稿，还能提供灵感和建议。 甚至进行语法和风格的校正，这些功能无疑为创作者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然而，伴随着 AI 写作的普及，也有一些人担忧未来的文章是否会因此变得千篇一律，缺乏个性和创意。毕竟，AI 的创作基础是已有的数据和算法，虽然它可以模仿各种风格和语法，但它始终无法替代人类的情感和独特视角。 作家艾米丽·怀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AI 工具确实可以提高写作效率，但我担心过度依赖会让我们的作品失去灵魂。写作是一种情感的表达，而不仅仅是智力的训练。一些文学评论家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汤姆·史密斯在《纽约书评》上撰文指出，AI 写作工具的普及可能会导致文坛出现更多的公式化作品。 虽然这些文章在技术上无懈可击，但他们缺乏情感的深度和思想的独特性。他呼吁作家们在使用 AI 工具时，保持对创作本质的坚守，不能让技术主宰了情感和思想的表达。同时，也有乐观的声音认为，AI 写作工具并不会取代人类作家，而是会成为他们的助手，帮助他们更好的发挥创意。科技记者丽莎·琼斯在《科技前沿》上写道。 AI 写作工具其实是对人类创意的一种补充，而不是替代。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机械性的工作，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去思考和创新。关键在于如何平衡技术和创意，让它们相辅相成。特朗普遭枪击，政治舞台上的惊魂一刻。在同一天，宾夕法尼亚州的竞选集会上，前总统特朗普遭遇了一场惊魂。正当他在发表演讲时，一声枪响打破了现场的宁静。 人群中一片混乱，保安人员迅速行动，将特朗普护送到安全区域。在这个紧张的时刻，特朗普却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决心。《时代》杂志捕捉到了这个历史性的瞬间。照片中，特朗普不顾右耳的伤和脸上的血痕，站起身来，高举拳头，振臂高呼 “Fight”。这一幕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许多人称赞他的勇气和领导者风范。 认为他展现了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坚韧和决心。然而，也有一些声音质疑这是否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公关活动，试图通过制造轰动效应来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不论如何，这一幕确实成为了政治舞台上的一大亮点，激发了人们对领导力和勇气的重新思考。《时代》杂志在封面上简洁有力的写下了 “Fight”，以此记录这个历史性瞬间。编辑部在评论中指出。 这张照片不仅仅是一个瞬间的捕捉，更传递出了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特朗普在事后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经历让他更加坚定了继续竞选的决心。他说：“我们不能被恐惧所左右，我们必须勇敢面对一切挑战。”特朗普的命运感悟，在这次枪击事件之后，特朗普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感慨地说：“我本应该死了。” 他形容此次的暗杀是一场非常超现实的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和不可预测性。这次经历让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生活和优先事项。他回忆起那一刻，仿佛一切都在瞬间变得不再重要。特朗普坦言，当你面对死亡时，你会开始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家庭、朋友，还有那些你曾经忽略的美好瞬间。这番话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 让人们对生命和时间有了新的认识。尽管经历了一次暗杀未遂事件，特朗普表示他不会被恐惧所左右，依然会坚定地为美国人民服务。他在采访中说：“我不会被吓倒，我会继续前行，因为这是我的使命。”他的这番话再次赢得了不少支持者的掌声，也让人们看到了他面对危机时的坚韧和决心。总的来说，康佩托雷的英勇事迹、AI 在写作中的应用，以及特朗普的枪击事件。 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内容。无论是面对生命的无常，还是科技带来的变化，我们都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性，用勇气和智慧去面对未来的挑战。希望这些故事能够激励大家，让我们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更加坚定和勇敢。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六度世界的特别节目。今天我们有一系列令人震撼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这些事件背后的故事和意义。首先，让我们向一位真正的英雄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特朗普的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上，一名勇敢的消防员康佩托雷为了保护家人，毅然决然地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飞来的子弹，不幸牺牲。他的英勇行为深深打动了无数人，宾州州长也将降半旗以表悼念。康佩托雷的事迹不仅仅是一段悲伤的故事，更是对无私奉献和勇气的生动诠释。 他的家人和朋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康佩托雷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无私的人，总是把别人的安全放在第一位。他那天与家人一起参加集会，枪声骤然响起，他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子弹。这一英雄壮举不仅让现场的人们感动，更提醒我们，英雄并非遥不可及，他们就在我们身边，默默守护着我们。 接下来聊聊人工智能在写作领域的应用。你可能会觉得 AI 只是那些科技爱好者的玩具，但实际上它已经悄然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现在越来越多的作家和创意工作者开始依赖 AI 工具来辅助创作。AI 不仅能生成文章的初稿，还能提供灵感、建议，以及进行语法和风格的校正。 听起来很棒，对吧？然而，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一些人担心，随着 AI 的普及，未来的文章可能会变得千篇一律，缺乏个性和创意。毕竟，AI 是基于已有的数据和算法进行创作，缺乏人类的情感和独特视角。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平衡 AI 带来的效率提升与保持写作的独特性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特朗普遭枪击事件。在康佩托雷英勇牺牲的同一天，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竞选集会上也遭到了枪击，所幸他并未受伤。事件发生后，拜登立即发表声明，呼吁各方保持冷静，避免政治暴力升级。 他强调，政治分歧不应该通过暴力来解决，呼吁大家以和平和理性的方式表达意见。拜登的呼吁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许多人认为，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保持冷静和理性尤为重要。这个事件不仅提醒我们政治暴力的危险性，还让我们反思如何在激烈的政治环境中保持理智和和平。说到特朗普遭遇枪击。 我们不得不提到那张振臂高呼 “fight” 的照片。特朗普在遭遇枪击后，不顾耳朵的伤和脸上的血痕，迅速站起来高喊 “fight”。这一瞬间被摄影师捕捉到，成为了震撼人心的画面。这张照片不仅成为了媒体的焦点，还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照片中，特朗普的眼神坚定，仿佛在向全世界宣告他不会被任何困难击倒。 无论人们对他的政治立场有何看法，他在危急时刻展现出的勇气和决心都令人印象深刻。这张照片将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象征，激励着他的支持者们继续前行。最后，我们来聊聊特朗普的刺杀未遂事件。特朗普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透露，他在一次暗杀中幸存下来，认为自己本应该死了。 他形容此次的暗杀是一次非常超现实的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和不可预测性。他表示，这次经历让他重新审视了生活和优先事项，强调家庭、朋友和那些曾经忽略的美好瞬间的重要性。特朗普坚定地表示，尽管经历了暗杀未遂事件，他依然会继续为美国人民服务，不会被恐惧所左右。 总的来说，今天的新闻充满了戏剧性和感动。康佩托雷的英勇行为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而 AI 在写作中的应用则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担忧。特朗普遭枪击事件和他对暗杀未遂的反应，提醒我们，政治分歧不应通过暴力来解决。 希望大家在关注这些新闻的同时，也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和思考。感谢收看六度世界，我们下次再见。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护家人肉身挡子弹，消防员命丧特朗普集会。 康佩托雷是一名宾夕法尼亚州的消防员，他在特朗普竞选集会上不幸中弹身亡。康佩托雷被誉为现实生活中的超级英雄，因为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射向家人的子弹。宾州州长也称他为英雄，并表示将降半旗以示敬意。康佩托雷的无私行为深深感动了无数人，成为了勇气和奉献的象征。 他的家人和朋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康佩托雷一向是一个关心他人安全的人，总是把别人的利益放在首位。那天，他和家人一起参加了特朗普的竞选集会，突然间枪声响起，康佩托雷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子弹，保住了家人的安全。康佩托雷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悲剧，他还提醒我们，英雄就在我们身边，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气和爱。 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使他成为了大家心中的英雄，值得每个人铭记。AI 创意助力写作，却可能让未来千篇一律。近年来，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写作也不例外。许多作家和创意工作者开始使用 AI 工具来辅助他们的创作。AI 不仅可以帮助生成文章的初稿，还可以提供灵感和建议，甚至进行语法和风格的校正。 然而，随着 AI 在写作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人们开始担心这种技术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文章千篇一律，缺乏个性和创意。AI 毕竟是基于已有的数据和算法进行创作，缺乏人类的情感和独特视角。因此，尽管 AI 在提高写作效率和质量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但它也可能带来创意和个性的缺失。AI 工具在写作中的应用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一方面，它能显著提高写作效率，帮助作者更快地完成作品；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使作品变得过于模式化，缺乏新意。未来如何平衡 AI 技术的应用与保持写作的独特性，成为了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特朗普遭枪击，拜登呼吁政治降温。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竞选集会上，特朗普遭到枪击，所幸他并未受伤，但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 康佩托雷在同一集会中为了保护家人而牺牲，这一行为被广泛称颂。拜登立即发表声明，呼吁各方保持冷静，避免政治暴力升级。他表示，政治分歧不应该通过暴力来解决，呼吁大家以和平和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拜登的呼吁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许多人认为，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保持冷静和理性尤为重要。 特朗普遭枪击事件成为了一个提醒，警示人们政治暴力的危害。无论政见如何分歧，通过暴力手段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无法达成真正的解决方案。各方都需要更多的对话和理解，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分歧。综合来看，今天的新闻充满了戏剧性和感动。康佩托雷的英勇行为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而 AI 在写作中的应用则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担忧。 特朗普遭枪击事件提醒我们，政治分歧不应通过暴力解决。希望在关注着这些新闻的同时，大家也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和思考。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我是楚天舒。 我是谢琪琪康佩托雷的英勇行为无疑是一种令人敬佩的无私奉献。他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家人，展现出了真正的英雄气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多像康佩托雷这样的人。他们的无畏和奉献精神能够给社会带来希望和正能量。楚天舒，你可能是被英雄情节冲昏了头脑。 康佩托雷的行为令人感动，但这也是一种不必要的牺牲。完全有其他方法可以保障安全，比如更严格的安保措施。我们不应该鼓励这种以命相搏的做法，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我们应该更多的依靠科技和管理来保护生命。谢琪琪，你说的好像我们生活在乌托邦一样，现实是复杂的，很多情况下英雄的出现是无法避免的。 康佩托雷的行为不仅是出于本能，更是他多年训练和无私精神的结果。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二战中的纳粹德国，许多平民用自己的生命抗争，换来了今天的和平。楚天舒说的好像我们每天都在打仗似的。康佩托雷的行为确实伟大，但如果我们总是期待有人挺身而出，那我们的社会管理体系岂不是完全失效了？ 再说，特朗普遭遇枪击，你觉得这是一个巧合吗？我怀疑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公关活动，目的是为了博取同情和支持。谢琪琪，你的怀疑简直是阴谋论的典范。特朗普的遭遇显然是一起严重的安全事件，不应该被轻描淡写为公关策略。无论我们对特朗普有何看法，他在遭受到威胁时的勇气和坚韧是值得肯定的。 就像《时代》杂志封面所展示的那样，他的高呼 “fight” 传递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这在政治分歧日益严重的今天尤为重要。楚天舒，你确定这不是一次刻意安排的戏剧性表演吗？特朗普的 “fight” 看起来更像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公关活动，试图赢得选民的支持。 看看历史上的政治舞台，凯撒在被刺杀时可是没有喊出什么激励人心的口号。我们更需要警惕这种通过戏剧性事件来操控民意的手段，而不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 do world，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